同爱心。所以它吃起来会粉粉的吗？那为什么是粉粉的？干呢？干不是吗？哦，那粉粉的你可能要去检查哦。哦。我成上课啦，上课啦！天哪、啊，一样有课要上啊，各位。啊，上课啊，那个我们，我觉得我们的文学造诣需要再加强一些。像你可能说有时候讲话讲讲都忘记那个词汇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大家都需要哎对，哎对，哎对。这是为你设定的课程吗？没有，我觉得大家也都需要这个课程，所以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九点的时候我们再来上课这样子。好、哦，那校长要示范哦。我示范了、哦，没有啦，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分组，然后四个一组，我这边会抽。对，那、哦啊、有人会落单呢、欸。我是那个校长，我来当裁判这样子。等一下再说嘛，等一下再看看嘛，对不对？我们等一下九点的时候再集合。我知道了，我们四个一组，你自己一个人一组。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一个人一组可以。你们还不知道玩什么吗？你不能自己念，你要让我们来出题目，然后你说。对。什么？不行，我觉得我们等一下九点再说，九点再说。好。下课不是下课，自由活动，自由活动。好，下课了，来了，来了，来了。好快哦！那这边大家就是一边作业一边听我这边讲啊。哦，好。我们终于要来公布一下这个两个礼拜前的问卷调查哈。来了。我的画面啊，算了，就这样子，大家就看着我的设定选单吧。好了，那我们这礼拜就要来公布上次的问卷啦。那之所以会挑这个主题呢，起源就是在那个时候剪团团那个蘑菇女神的时候。蘑菇女神。那时候就是好不好一连串的事件，然后搞得好像大家都很想知道谁才是我们之中的车王。哎、欸，就第二代啊，第二代。第二代车王究竟会是谁呢？那首先我会先公布我们这里面轻松高校里面大家的投票结果，等一下才会来公布大家最想知道的观众投票的部分。好嘞、好，那我们高校投票的第三名呢，以一分之差赢过繁星第四名的人呢，就是波波。差一票，哎，他只差一分而已。对，他怎么可能第三名而已？他是第三名，居然？怎么可能？来，大家对于波波开车的方式都蛮了解的，是属于突然飙车的类型，不受控制的油门，还有日常主题开始歪的开车啊，是突然来一下的概念，不小心就开起来了。那这个部分呢，波波有什么要辩解的吗？然后你没有开麦，对啊，没有他直接承认，简洁有力是不是？我没错，哎，没有，人是我杀的，我认罪，认罪是。那我们就来继续往后喽。好，那我们高校投票第二名呢，就是属于默默行不经意拍摄的团团。好，团团最常见的状况就是卡尔或是联想的时候，车子就飞出去了。卡尔，车子飞出去。然后通常呢，车子飞出去之后就推给他继续驾驶。只是负责发动而已，有没有给人开了？哎呀，部分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吗？不是啊，我要讲认真的。我其实你们有时候都觉得我是默默开，可是认真说，我大概里面啊，大概有八成是真的没意识到啊，两成可能真的是故意的。哦，对，但是八成是真的没意识到，然后就是你们在那边笑、在那边吼的时候，我才发现啊，不对，我好像讲错话了。就是那个不小心车子就出发了，不经意的开车。对对对对对对，那是不经意的。那有几成是推给哈记的？推没有啊，哈记基本上百分百啊，因为他后面自己就接走了。哪有？开走了啊，钥匙拿来，钥匙拿来晃来晃去，钥匙拿来。我看，哎呦！然后我记得在就是意见的部分，然后有人投给团团，然后就有人直接给团团一个称号，就是车后。什么鬼？给的车后吗？
至于是车祸的部分呢，那就不得不讲一下我们最后的高校车王呢。既然团团都是车祸，那车王就是哈记咯。哇，这是一我哪有什么鬼啦。抗议抗议抗议。等一下，我先把理由都讲完。好，你先把理由都讲。来来来，大家对于哈记开车的模式呢，就是属于最速反应的是。就是大家都还没看到车的时候，他记得车尾灯已经不见了，直接消失。对对 对, 對，属于反应型的开车，那这个他记可以开始你的辩解了。我讲，其实真的不是，我以前是一个很纯洁的人。哦，是啊，哦，以前嘛，好的，以前那现在会这样子，现在呢？我觉得是朋友害的啦，对，一定是朋友带坏你，朋友害的，朋友说那个不经意开车的人吗？不是，不是，这是一个连锁反应啦。哎、欸，他以前真的很单纯哎、欸，以前跟他开车，他完全就是听不懂的、欸。他会说他什么？我是真的，我真的真的真的。以前也是啦，这个要问以前，应该是要问反清，因为反清认识他是最近、啊嗯。我们以前是那边在开车的时候，他完全听不懂。然后结果有时候他觉得说啊，不行不行，我不想听，他就会自己把那个 DC 的耳机关掉什么之类的。他会真的假的？对，他会，他说啊，你们聊好再跟我讲哦、喔，这样子。对，他以前很清纯，你看。那你学很快哦。你们这群朋友，学习能力很不错、喔。快的学很快哦、喔。对，他是大器晚成型的，然后你不要误会他。大器晚成啊，训练出来的车王啊，认证。哎呦，好了，对对，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校内投票的部分。好的。那再来就是观众投票的部分哦。好，观众呢这边我们总共获得了723则问卷。哦，还蛮多的耶。哦。然后额外就是有另外讲话的，就是另外回内容的，大概有354则。哦，很多耶。多到。那我们就来公布结果咯，观众投票第三名小车车之王呢是熊猫团团，哎、欸，我第三名，中间夹杂了谁啊？哎呦，啊，谁超车了啊？第三也是团团哦，但是团团呢，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最近那部蘑菇嘛，那部影片的关系，所以有好几个留言呢都是说粉色蘑菇啦，粉色蘑菇，不是我这也是没有意思叫，哦，来来蘑菇女神还有要辩解的吗？蘑菇女神没有，就是真的是你知道吗？讲出去，然后你们开始就是笑容很逐渐母汤之后还不对耶，那个好像在外面意思就是怪怪的，我怎么就这样讲出来了？哎、欸，没事啦，没事啦，哈，没事没事啊。第三名啊，我们还有两个人超过我，我很好奇两个人是谁。反正不是，所以你觉得有好奇吗？我觉得应该出来了吧，已经出来了吧。哎、欸，没有啊，我想说，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就知道第一名是谁。可是现在前面还有两个名额，我就不太确定。好难想、哦，至少保底一个吧。对，至少保底一个，我知道里面两个，其中一个我知道有谁。我觉得误差不会很大啦，跟校内比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哎、欸。那我们就来公布第二名呢，我们跑车之王就是不小心超车了 Bobo 啦，跑车完了，哇，超车了。直速120直接超越了，直接超越过去。不得不说一下，有观众的留言就是很担心你开车会开到立法院去哦。立法院是不一样的，立法院。我不是在去立法院的路上，就是在已经在立法院里面。我以为是法院，法院。然后有人说，波波的车呢，主要都是收音不良，不然就是会去奇怪地方的车子。收音不良，哦、对，有时候真的他。不不，有时候你讲话有时候真的会突然被就不 OK 啊，就会突然吃掉的感觉这样子。嗯，对啊，你的油门会我觉得去哪了？了好，这是第二名 Bobo 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我们第一名超跑之王呢，就是哈记啦！哎呀，毋庸置疑。双冠王，他几票啊？几票吗？看得到吗？那种吗？等一下我看一下。我记得刚不是700多票吗？好奇他获得几票？因为其实
就是那个设定那边我没有就是用删去法啦，就是比如说就是有可能会三个都同一个、哦、对、哦、但是有投票嫌疑，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我是用积分去算的啦，但是获得第一名的部分呢、哦、总计获得480票，哇，你们两个加起来还没有他嘞。嗯哦，但是他今天也没有在去。有人说呢，有观众说最帅的永远都是会开车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是这样吗？怎么好像怪怪的？我不知道是观众说，是观众说的，观众说的，好像哪里怪怪的。对，这样夸他，他以后车不会停哦。好，然后还有留言说，无意识有一次都会开车，然后还很常会放车子诱导其他人踩油门。多摆几样放在那边，踩下去，看大家开车啊。然后还有说，本来想要投繁星丁元，但是加上哈记频繁的销魂尖叫声呢，还是投哈记好了。不是尖叫声，尖叫声也有加成啊。哇，对对对对对。哎，然后以上呢，就是这是观众投票的部分啊。哎，哦，不是我要讲啊，其实。我真的以前是那种很纯洁那样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现变这样子，我也真的也不懂。所以我们是不是我们三个前三名，我们现在要来改过自新？改过自新吗？其实不瞒你们说啦，大概在三个礼拜前，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比较沉重的跟观众讲，其实我觉得我想要稍微改一下这个东西，真的，我自己觉得不太妥，就想要稍微改一下。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发现我这一两个礼拜应该是我基本上没开什么车，没有什么车可以开。有啦，有明显降低很多，频率降低，频率降低。你要长播大悲咒啊，试试看。直接说开一次，说要播一次吗？是不是怪怪的？我们要请大法师超度自己，小雨来超度一下。对吧、啊？听说千人超度台，没有的心理，对啊，千人超度还一条龙哎。你是干嘛线上攻击哦？你知道你知道最废的是什么？最废的是法师自己一句都不会讲。对他只会在那边一直笑，嘴巴微笑，在那边笑，在那边笑而已。没事没事，小雨你不用担心啊。那个经纪人来了，经纪人来了，斜杠，斜杠经纪人，斜杠经纪人来了，我斜杠要来，斜杠要来，我可以教你啊，我可以帮你。新的斜杠工作，新的斜杠工作。哎、欸，我是那个法师的经纪人，法师经纪人。业务很多，我们包一条龙的。对，我一条龙服务，一条龙服务，我们有东方有西方嘛，对不对？都有。然后发现木鱼拿出来是太古达人。哎呦我的天啊！其实他有收到非常多的回应，就是大家说，大家轻松高效辛苦啦，什么有的没的，很多真的很多感谢的部分。那这个我到时候再整理一下，再给大家看这样。哦，好啊。那之后的问卷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喽。OK。这个应该算是新闻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企划了吧？因为有观众参与，对，第一次开。对啊，真的改过自新，真的改过自新。有啦有啦，你有在朝那个方向前进的，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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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变回纯洁的那个人。在进步，我就是人家说纯洁就想到我。那我觉得是有点路途有点远啊，你要加油，路途遥远，不对，你可能要重生了吧？不对，如果你变了第二名，那第一名就变我了，不对。对啊，所以Bobo你要想办法让他变第一，让他继续第一名。对，你要把他弄伤。右倒开车，不能把车放那边，钥匙还插着，不行。阿杰，你看这台车，你看这台钥匙没拔哎，没拔，我会开。可爱的车车，可爱的小车车，后座还有小萝莉耶！哦，别打了，他不吃萝莉，他是吃妹妹。吃妹妹，你看车上有两个妹妹，加起来刚好18岁哇！你们看，你们现在都在丢车给我，你们把车直接塞我脸上，知道吗？真的是一台车啦，真的是一台车啦，真的车啊，对啊，那只是上面刚好有小妹妹而已啊，我是更。你也可以带他去找妈妈。对啊，对啊，去找妈妈。你也可以带他去立法院去找 BOBO 啊。然后他现在滴血，
他现在低血糖，然后喂他吃糖啊，对不对？吃糖糖，我觉得有一个故意了哦，这个吃糖糖，这个就有一点坏坏，危险哦。没有吃糖糖、啊，低血糖吃糖糖啊，对不对？好，那我喝。你们真的很奇怪耶，对不对？你们真的怪怪的。嗯，我想要猜一下谁获得的票数最少嘛？允月啊，我猜允月，猜允月，允月。对，就是允月。啊，猜对有钻石拿吗？不用猜了，那我来猜了。那倒数第会不会有人投个小雨还是什么谁之类的？没有，小雨有时候也会暴走、啊，小雨也是暴走型的。我最近比较暴走。小雨对啊，最近哎、欸，他最近压力很大。上次那边讲说什么暂避，我的天哪，吓死了。对啊，哎、欸，那是不用你想的好不好？然后蘑菇女神，你也是第前面几个有反应的、啊。不是、啊，我永远在旁边起哄的，我不是开话题的那个。我发车的，你在偷、啊、踩开的，踩油门而已。我说哇塞，你看那辆车很漂亮，大家不要搭、啊。上车，这样上车，负责哄大家上车的那一种。对啊，啊，允月怎么就都真的是好好先生代表哎、欸？那请问倒数第二个嘞？倒数第二个、哦，第二个、哦、看得到吗？我猜是阿旺，因为我就是阿旺就太就是、哦、真假的，哦就只有看最后，因为就太少那个、啊、太少出现还是什么之类的、哦，太少出现，你凭印象是不是？就是这落的太少了，这样可以吗？好好好，还是你其实没有算，直接把那个倒数第二名的名次直接放自己身上这样子。先把我自己扣掉。下一个的话，哎、欸，下一个是酱油、欸，哎，哦，真的假的？我不信，我觉得这是两个怪题吧。他跟前五名的啊，直接就想到我。啊？啊、嗯，没有，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是以高校的问卷下去算的话，哦、应该是嘛，对，也是嘛。但是我今天问的是，就是很轻松生存话题王，可能就不一样了之类的、哎、，maybe，、哦、对啊。而且你怎么开车吧？没有，你是自己默默知道，然后就在那边偷笑的类型。对，没有了，他是电动车就走了，没有声音的，走了。对，电动车的话，我好像会形容哎。等下有人说凡先少开车，你认真的，你认真。哇，你太不了解我了吧？你知道没有？很常看台、哦，你知道繁星那个车一开不得了哦，我才是冲到立法院的那一种，那是很恐怖哦，还是不敢开的，踩到，不管是校外还是校内，繁星都是第四哦，哇、oh, 啊，你看我还是有保持行车安全距离好吗？避免撞车，好笑。对啊，可是就是也是要跟大家讲啦，就是实况上虽然就是你看我们大多数人就开车都那种不经意的，可是我到这个其实讲过很多次，还是要再讲一下，就是你们也不要说因为就是觉得啊，不是你们不经意开车很好笑，当然就每次来都会说，哎、欸，你们什么时候要开车啊？哦，快开啊！很多开啊，就不好笑、啊，很奇怪，你知道故意开车的那种感觉，刻意开车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性骚扰，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事情，对啊，其实是很恐怖的事情，不舒服，对呀、啊。你知道留言其实也蛮多这种，就是啊开车啊大家都开啊开车什么越开越好、啊、这种是啊，其实那个拿捏其实是很重要的、嗯、而且 对啊，我们通常你们看到可能会真的觉得很好笑，那种一定都是不经意然后不小心，然后而且也不会讲得太夸张，力道要拿捏好、啊、我们匠人等级的耶、嗯、匠人我们是职人会开而开真的不好吃，对，会开而开真的很恐怖，对啊对啊，所以就是再三宣导，虽然我相信这个讲完之后还是之后一堆人有时候会说会有 啊你们不是开车生存吗，你们什么时候要开车啊？不过我觉得这现象减少很多，有减少很多了，减少很多了，之前轻松生存那个时候其实很长，这样很可怕、嗯、对啊、嗯、就是一定要你们讲了什么奇怪的话很有爆点的东西，对啊，都没爆点啦，这个爆点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啊。啊！是说我飞了这么久，为什么找不到沙漠啊？等一下，哎呀，你只用船的啊，你只用船的，我要枯木啊！啊，嗯、那我要回去啊啊啊！我们只有笑木，嗨，啊啊啊！我要随机传送，哎、欸，好，你都挖光光了，你传的，我要批评你，好。
啊，等一下我可能会小飞一下哦，我要去找，哦、我要去找沙漠。飞，我要找矿洞。嘿，被拖、啊，没有啦，没事。最近很冰。嗯，最近是不是那个很久没来了？哈。哪个？是好朋友、哦？没有啦。啊，我讲错话了，完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事了！有人被烫了，是有人被烫了，有人被烫了。是的。阿贝。阿贝空位。你要说那个、啊，我就突然想到，是不是最近台湾的迷因真的很夯啊？迷因哦，不是这一两年特别夯，就这一两年突然间夯起来。就是其实我，因为其实大部分就是说，我们有用常用网络的人，常逛论坛的人，其实大概都会知道，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这种东西。嗯，但是你会发现是这一两年就变成是广为人知哎、欸。因为我觉得有一部分要归功于新闻的滥用。啊，对啊，对，新闻都会乱用。我真的不懂哎、欸，把那些政治人物破的东西称作为梗图，到底是在想什么？梗在哪里梗呢？我真的会气死哎、欸！什么梗？梗在哪里梗？对啊，不好笑。我真的很傻眼呢、欸。它就只是一个条列式的说明图，跟我说梗图。新闻社新闻社的很不开心，新闻社觉得新闻社爆炸了，要爆开了，要爆炸，要爆开。新闻社要常常接触一些新闻啊，他会比较暴躁一点。对，他还是那个新闻觉得有够烂。他看到那个新手记者出来发文，他就很气。就请问你有戴眼镜吗？然后他明明的脸色。拿温度计插去，嗯，20公分，这是很经典的，救命！那个真的超好笑。然后问你要说有多深？你说把水放进来那个吗？对啊，现在台风天雨下成这样，快点把门打开！你看，这样打开，你们快起来！我把水引进来。还有那个客家那个电视台那个啊，玩那个溜滑梯。然后呢？你说在滑冰道那个？对对对对。哎、欸，可是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洗澡触电的那个。哦，对对对对对对，拿了那个杆子十分钟抖，抖。他一定在小雨家洗澡，有没有？小雨，你有点危险、哦。在小雨家洗澡。为什么在我家、啊？你的水龙头不是那个，你的那个水管不是坏了？不是，我那水管爆掉不是触电好吗？他水管爆掉不是会在地上然后踩到？好恐怖哦！哎、欸，他们有人说不是，他们说是9度不是20度，你们为什么要记这么清楚啊？很扯哎、欸！因为他插下去的地方刚好到20度了，对吧、啊？刚好，所以才会说20，看这么深。太会插了，你们有多的地板门吗？我找到一个漏洞，找到一个漏洞，上面没有了吗？你有搭到捷运吗？有啊，没有啊，没有啊，我才会在这里啊，所以我就不会在这里，所以我才会在这里。我今天有看到，应该也是之前的，就是说你要按刹车铃吗？对，那你为什么不会按错呢？我不会看错字啊。因为我看得到，我看得到。哎，我记得他是说我不会看错字啊，不会看错中文字什么的。我看那一张写说，因为我看得到。我的天哪、啊，他的进阶枪问的人呢、欸？我记得还有那个什么问那个牛说你为什么要撞人？哎呀，对，哦，不是还有什么要跳车？那还有，但是猪吧？跳车的都有，跳车也有。他是在期待回答什么，然后我就期待他回答什么，然后问那个出车我说你现在觉得如何？你会痛吗？那个吧？痛吗？天哪！我好痛哦！不行啊，我找不到沙漠哎，我好难过哦！哇，你就笑得太开心，找不到是不是？没有，我都奇怪，看到一堆雪地，怎么？嗨，你好，嗨。你可以看路上有没有牛，你问他有没有看到沙漠。有没有看到沙漠？你有没有看到沙漠？我像牛吗？不是，哎、欸，他这样比较正常嘛？他是问人，
是问牛人。那你有看到牛吗？你对他期待有期待什么？期待他把你当成牛。是期待他把你当成牛吗？哎呦，我也不是羊。好，哦，消费消费消费。哦，我知道你要枯木干嘛了啦？我要弄坟，买那个墓园。嗯，不要。哦，我把它弄完，我要你要让那个木头，那你要让那个木头很伤心呢、欸。是啊，求带哭，我要把它、哦、对，让它哭，它就让它哭啊，对，哭啊。最近也收集了不少冷笑话，嗯，请说。好，比如说，你知道为什么橄榄树不能种在一起吗？为什么？因为群居感染。没事。有的我有看到。那你知道如果吃东西吃一吃东西掉地方掉到地上会变什么吗？变什么？变在地美食。好烦啊！我觉得在地美食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棒、欸，我觉得真的很赞嘞、欸，怎么办？在地美食很赞嘞、欸，不错。那你知道那个面包超人如果扭到脚会变什么吗？红豆面包，牛角面，牛角面包，牛角面包，好棒哦！oh my god， 很会耶、欸，面包。面包超人扭到脚之后变牛角面包，所以是他的脚变成牛角，还是他的头会变牛角的形状？是哪一种牛角呢？哦、太认真了，突然变哲学问题。哇，你太认真了啦！开始要进行那个了吗？辩论大赛了，辩论大赛。没有，我觉得你适合去卖臭豆腐。臭豆腐？为什么是臭豆腐？因为有些人卖的都很软 啊，他认真就认真就输了、啊，那个臭豆腐就输了。哦哦，那他要卖炸的啦！哦、啊，我喜欢吃汤的。我觉得这个你太临时想到了，很难笑哎、欸。这个要稍微思考一下，思考的微妙。要思考，要思考就不太好了。对，这个不及格，抱歉。没事没事，下次加油。那请问这是等一下九点会出的题目吗？啊，不会，等一下要玩的东西呢？对，要上课的东西呢？上课，对，上课的是我看那个前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在滑手机看到那个什么综艺节目。你干什么？刚好蛮适合当教材的，对。哦，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好啊。然后不好意思，你们有谁去晃有看到沙漠吗？为什么我已经看到三个雪地，就是没有沙漠、啊？我也翻到雪地，是怎样？今天是这么多雪地了，是因为今天现在不是夏天吗？等一下，怎么会都是雪地？现在刚刚凉一点啦、啊，刚刚是我在讲冷笑话的缘故啊。那你们要讲热的笑话，快点！你们讲热的笑话，快点！热的笑话，热的笑话，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法，救命！热的笑话，就是听到一定会笑带的那种。笑蛋，你要不要？那我讲一个，好，好，你们认真听哦，这我想很久，刚好想到什么？好 ，bo bo， 啊，自己笑哎、欸，自己笑哎、欸，自己笑，我觉得再找到另外一个学弟了，我觉得哎，你可能跟我去补课。你讲完答案的瞬间，我就看到雪地了，怎么办？我看你是看到冰刺地形哦，你没看到史莱姆哦。哦哦，那觉得巧克力来讲比较好笑，他要唱巧克力，那你要扣啊，你又还有一次急救那个求救的急救机会吗？急救的机会，急救机会。我不知道什么，最近巧克力的给我感觉就是呛 biu biu， 就是我跟你就只差一个零啊，FS 啊，永远就只差了一个零。对，哎、欸，我不知道、欸，一个是百位数，一个是千位数的伤害，一个是1810，一个是1810。我感觉我打了很多啊，我怎么出来是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为什么。哦，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之前也有这样子过，我发现不对啊，我的枪都有打到那个假的声音，啪啪啪啪啪这样子，感觉很爽。然后后来伤害很低之后才发现，啊、哦，原来是因为我都打在队友身上。都是队友的假，对，队友的出来，然后都打在队友身上。对，奇怪，打怎么都没有数次跳起来，我甚至不给传你。丢丢，我前面冲猎陀陀扣丢丢一传过来，然后失败，还好保住了。
没事没事。等一下有人讲了一个，这个也太可怕了吧？请问一下，食人族吃素可以吃什么？植物人啊！你们不要讲出来，我说你们这个不行啊！你们想这种东西啊？你们这个自己意会就好了，不用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这个不 OK， 是不 OK？ 不要说。哎，等一下，我找到沙漠了耶！这是热笑话，热了，因为这是热笑话，热了，太低是不是？哦，够地狱，够地狱了，对。真的是对，还不知道東西。太危险了，不要自己想就好了。他既不知道是不是？没关系，这个我们自己私下当蛇。我打 IDC 给他看。私下当蛇。不啊，不是大家很喜欢撕吗？我撕一下，撕蛇。不行，我还是觉得很奇怪，到底你明明就。你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东西，你干嘛就一定要在那个po文讲？就是想破文让人家关心，好可以撕啊、就是！就是你知道，就是要让那个他在意的人，就是你怎么了？你懂吗？才那个讨拍啊！然后你突然说耳男这样子吗？没有，那个如果是耳，就他不喜欢的话，就是哦没事啦，其实没什么大事啊。如果是他在意的人，就说撕一下啦。这样没错啦。哎，大文之后发现都没人理他。哦、oh, ，对，我还真的看过这种的哎，就是他说好难过，然后呢，就是大概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都没什么理他？然后我点进去看，哇，他大概十篇里面有九篇都发正文，然后呢，下面都没人理他。对，他就说都没人理我，是不是不爱我了？是，然后就自己删文了。哎，有，我还真的看过他后面有删掉的哦，还自己删文，自己删掉重发这样。好哭哦。对呀、啊，我让文章再往上推一点。嗯，哇，哎、欸，这个怎么就在玩演算法？我真的觉得现在脸书个人的专的那个什么个人账号也都在玩演算法，怎么厉害？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因为我做实况之后，基本上我的个人脸书账号都很少用，然后都只剩下就我都是用实况用的这一个，然后所以个人那都没更新，然后我就发现，哎、欸，那没更新之后，久久呢想说啊，就是刷个存在感发个文好了，我跟你讲，那个触及率低到不行。一定呢、啊？哦，对，就是可是以前个人的不会啊，就现在也会了，我觉得很恐怖、欸。我觉得就是脸书它的功能性变了、啊，以前就是大家、啊、朋友一起加一加，然后都是看朋友最近在干嘛，有时候发什么文、都会看朋友、啊。可是现在它就是属于一个上面都是广告，就是全部都是你粉丝页点的东西啊，跟它广告推广的东西而已。真的广告变得超多。对啊，不然网三个就一个广告，变得一直要给钱才行。然后那声音还调不了，啊，对，那声音声音调不了，声音真的很大声。哎、欸欸，可是你知道说到这一个啊，说到这个，哎、欸，我突然想哇，完了，现在有想冲的要赶快冲哦。对，然后我还用强绿。哦，你是用强绿啊？你强绿卷运气不好啊。哦，等一下，这没办法了。哦，你是不是第二个用强绿卷就这样了？第三个吧，小雨不是用强力卷坏掉吗？我不是，我之前放错放到旧的卷，没想到。哦，我自己是放强力卷爆掉了。哦，我已经，你要看开了吗？生无可恋了，我现在我用两次强力卷，两次都爆。对啊，我就记得波波是两次强力卷都爆、啊，他也没有放错，他是没放错的。对，好了，波波。那个，我这个经纪人，请问你要找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啊？先不用，没关系。我们东方有小雨，西方有繁星啊。先不用，谢喽，这位师兄。没有，我是经纪人，我不是师兄。经纪人，谢喽，谢谢，好好好好。我感受到了，我刚刚不是要讲什么？感恩。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当你医生哦，还有，医生吗？医生，你的医生，没事，我差点猜错。你要比原本还要高了，冲啊冲啊！没钻石了，哇，我都找不到中介层呢。中介层不是已经有祭典了吗？那是中介，他中介层吧？他中介层，我要新的中介层。你要什么啊？好棒棒吗？我想做夜符合啊。哦，你找到跟我说，我这把借你。啊、我刚有一个掠夺五。哦。
对，哦，太惨了吧？不是啦，我要吃了，主是地狱在那个，地狱在那个，鬼白，我要学波波了，因为我在飞。太多了，有人在读图，有人在读图。等一下，你为什么在这里？你看，各位叫起来啦，各位。房间，哎，请问一下，今天有多少人是犯太岁？赶快统计。我啊，我啊，今天是我。今天犯太岁有关系？我的耳朵差点。有关系。是阿力耶。不是，所以刚刚是繁星传小雨，然后到那没有没有没有，我还在地狱。哦，你在地狱，是哈记传小雨，然后哦，我传哈记，一个连锁反应，我就叫声是会共鸣的，有没有？我在飞啊，我不是说在左中间传啊啊，这个连锁反应，那你在飞吗？小雨太有趣，我在飞，我在飞，我觉得害怕极了。喊我一声，不要，哈哈，死了。哇哇，没事。我能勇敢做我自己。我太贪心了，看到七八字还想打。哦，太现在有点卡，不适合。没办法，他的诱惑太大了。有那种中介层，有啊，这中介有看到一个层啊。要没人的啊，有啊，没人哦，有人。我看到他了，啊，你不是姓陈吗？哦，好，他在中介啊。OK， 好，介喽。请问，请问是中介陈小姐吗？中介陈小姐，这里有你的包裹。陈小姐，我都不知道怎么吐槽了，我的天哪！中介，波妞的中介姓什么？哈？中介啊，波妞的那个中介啦。然后他就叫中介啊。啊，他们有姓氏哦。他没有吧？他没有，就他没有姓氏吧？有吧？有吧？一定有啊！他们有这么酷？白龙都有姓氏了，有吧？对，他们会有百家姓，许，不是啦，日本人哎！哎，有啦有啦，小雨 TP 我 TP 我，那边有吗？对对对对对，我带一支棒棒回家。刚刚听到波妞吗？对啊，中介啊，中介啊，他不是中介陈小姐。中介哦，是哦，波妞的主角是叫中介哦，男主角啊，就是那个男生啊，不不，哦，对不起，我没看，我不知道，我宝贝你啊，我也没看，我也不知道，我宝贝你，啊，你可以去看一下，还不错看呢，我不要，有没有木头？我要，我有这个，你要带他回家，要什么木头？我坐船，然后把他带回家。哦哦，你要把他繁殖是不是？不，他不能繁殖啦，他可以啦。什么？你要带什么？中介福棒现在可以复制啊？啊，真假的？介福棒现在是可以啊？介福盒不是已经那个改掉吗？不不，介福棒互打的话，有机会会有分身。哦，就给你，就给你。我以为你是说另一个。没有啦，你是说复制 bug 那个我不稀罕。哦，那个没了。哦，对。只是我就想办法让他上船。哦，好，你要上他的船。两只被我砍掉了。上船，哎，好诚恳哦，啊，没关系，你去上面引一只啊，滑下来嘛，啊，他是要反窝医生的介夫棒，他没了，他没了，他不能扮医生了，他两只变成三个壳了。是有三个壳，而且他还少一只，少一个壳儿，你人哪会安尼啊，你哪这样凶啊？不是，我不是说我就要来打这个吗？你跟我说，哎，真有哎，然后门口两只，我当然就砍掉了。你叫勇哎，你人哪安尼啊？要求我，要求贵呀。你嘛无甲你讲，做人卖做要搞搞。我说你是在考那个图，那个影片呢？那个影片不是吗？你是在考，对吧？他就靠着又在哭，女生，你是在考。等一下，我怎么能上船？他真会上船吗？我知道他可以坐矿车啦，船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船也可以啊。哦，船也可以哦。他的话也很可爱，一个方方的坐在后面。啊，我飞起来了！啊，在哪？在这。写的考，那句真的很经典。
完了，我真的觉得我跟不上、欸、你要吗？我贴给你。我也没有跟上这个、欸、我也没有跟上、這個。我只是最近看到那个而已。嗯，好像那种泡蛙心啊，是不是？哎、欸，你怎么知道下来的？哎、欸，其实你们以前都会看枪主剧啊。下面。会啊。我会跟着爸妈看一下。就长辈在看，跟着看啊，哭啊。真的。哇，我们家都没在看、欸欸。他做到了，他做到了，一点点、哦、的。他做到了，加油，你做得到。哎、欸，你好强哦 ！You can do it。你做到了。哎、欸，可是、欸、我会飞起来了，我会飞起来。啊、对，我要飞更高了，小雨，救命！嗯，反握一生的棒棒，告他，立法院。好可怕、啊！是你就告了。不是啦，我现在下不去。我等一下帮你挖路，我等一下帮你挖。瞧错，这你们是要带、欸、他顺走了，他不能啦，他顺走了。为什么？你们是要在中间再借福棒回主世界啊？对啊，他想好强哦，加油！到中介就可以了吧？我们中介那边如果要解那个什么药水的、啊，我知道啦，我从哦，你是要解那个哦，鸡尾酒的那个哦。对啊，可是我快死了，我跟你讲。没事。传什么？传的空了。哦，那边被都给拿走。这画面好好看啊，有趣。啊，你怎么顺走了？我没写了，我先去补个血。我刚刚就是带好画面了，然后看你死掉。对，我不想，我没钱了。哎呦，你已经装充完了。我爆那两个钻石剑的。钱都已经花光光了，我要唱，反我一生，乖乖，我开始要当斜杠了、哎。哦，你也要斜杠吗？那你需要新手守门那个教学员，你要买入门的书，教学书啊，入会。对啊，斜杠教学书做满满哎。虽然知道你没钱，但是你还是要交一点钻石。你怎么挤他的、啊？哎，我怎么烧起来？我怎么烧起来？你看到我？对，我看。对，告他、啊，告你了，对，对，没看，没错的，还没砍到。你刚是怎么让他坐船的？你好强哦！他就在他旁边，他就坐上去了。哦，好鬼哦！哦，对啊，怎么那么鬼啊？可是他顺走了，他不见了。哎、欸，又回来了、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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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哦，彩券是重置过了吧？重置过了，过啦。我以为没重置过，因为我的号码不见了。然后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你就买了两个我原本在买的号码。今天就大洗牌啊！嗯，哎呦，我说换换看啊，反正上一次尾端团团抽走了他的号码。对啊，啊，我今天一样再买一次啊。安德很生气，安德很生气。哎、欸，我快死了。赶快回来！你要不要？我死了。回不去了。扎瓦路道，扎瓦路道，你的剑啊，交钱呐，好远。他会打到船呢、欸，不对。欸、小雨，我有15个戒符盒、欸，你怎么那么多壳？我也不知道、欸。去刷、啊。我不可能是那种人啊，奇怪了。可以顺便带个命名牌过来吗？命名牌、啊 oh, 我的箱子有，我的箱子哦， oh, 等一下我带过去。你要叫什么？叫小棒。好，叫小贺。叫小贺。叫小棒。小贺。叫小贺。小棒吗？是他会把自己打死啊！他不会把自己打死、啊。你不要穿反甲嘛。不是他打到他自己啦、那個、对、哦、对，我封起来给我自己要打，对，自残呢、欸，七伤拳，那你就丢恢复药水给他喽。我现在带着他跑图，跑船吗？对，像就像跑船，就像那个你队友挂机在车，队友挂机在车上，这样你要把他运进毒圈里面。禁毒圈，禁毒圈，那应该很讨厌他哦。没有，我不离不弃耶。哎呦，不离不弃的把他杀死。你是那个就队友在挂机，然后就开车到敌人正中间，然后就跳车跑掉了来好坏啊！啊，不然就在他脚上丢跳板了。
看会去哪里。我过去了人吗？好啊，小棒，后面这只，后面这只。好，我帮你取吗？还是你直接你就直接取就好了，你不要取到我身上就好。他叫小木凤，小木凤，我看小木凤，小木凤。你怎么飞起来？真的叫小木凤呀、啊？哎、欸，还有我飞走石头哎、欸，什么叫石头？它绿绿，它绿绿的，好吸引、哦。那它更珍贵了。小木凤好棒哦！有没有盾牌呀、啊？也叫小棒棒。你怎么掉下去了？好棒棒！盾牌我只有我自己的啊。哎、欸，对耶。我要摔死！没有，传送过来，你已经摔死了。我先去缴钱。完了，烟火缺货了。烟火商欣喜。烟火什么？烟火缺货？好，烟火商来了。烟火商，烟火商，你知道甘蔗已经没了吗？甘蔗坏了。对啊，甘蔗机坏掉了。太好了，我这里还有一库存甘蔗。伤了一波，伤了一波，赚一波。我要去当义贼，我要把他的甘蔗都偷掉，分给大家。拜托，我希望醒来之后看到甘蔗。就大家不是说不行，不可以当盗贼，就是拜托你帮忙偷掉。因为你是义贼，所以没关系，这样子。怪人，我们那个传送点的那个中介是好的吗？不知道哎、欸，用看看就知道了、啊。哎、欸，不见了、欸。我看上面没有啊，我刚是打指令、啊。哦，你是打指令哦。好不快。为什么是会这样子啊？那你等下，你不觉得怪怪的吗？因为我们需要有一个铺路哎、欸，那边没路哎、欸。没有侦测器耶、欸。你拿盾举着，然后我哎、欸，白痴，他怎么有那个安德尔？刚坐上去。哦，他是日夜的哈，他起来了。日光的。那，我想说，怎么没有东西？那我去睡一下。有在看我，传十万格喽！好，好，好，啊！靠！我在地上磨，阿旺，你看我在地上磨，你是在磨地板呢，在磨地板呢。他现在在看我，他现在在看我。哎、欸，我最近看那个奥运的摔那个嘛柔道。哦，我知道这个。阿旺有没有很很棒？很棒哎！我们的点在哪里呀、啊？点，你说家里的吗？对，他都中介门的那个吧，是不是？对，中介，我等一下才。你说折药门吗？整理一下吧。因为他铺方块过去。他白天怎么没有推？啊，不是，他白天他就推着了，他不是闪烁型的啊。哎、欸，不对，哎、欸，这甘蔗很硬哎、欸，云云来看。甘蔗很硬是什么鬼、啊？有没有？甘蔗很硬，甘蔗超硬的、欸，推不出来。手吧？不，活塞推不动这个甘蔗哎、欸。我觉得他是那个没触。没有触发到哎、欸，啊！我觉得是他的那个红石讯号没有到那边，这两排安、啊、已经坏掉了，是不是？对，目前他们在修，抢修。我觉得红石讯号没有到最后一格，所以为了我们的烟火商未来的远大梦想，嗯，对啦，要扼杀的梦想，还想断的这么爽啊？哎、欸，他们有人提一个活动，我觉得感觉可以玩一下、欸，什么活动？他们说我们下轻松高下，下次可以来玩一个乡土剧话剧比的大赛。竟然观众会听不懂啦，乡土不行啦，我们得用中文，不然你说配音吗？还是没推？就是没有啊，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台语啊，就是只是说就是演一段戏这样。你说乡土，你说客家话也可以是不是之类的，随便都行这样，感觉好像蛮好。就是演戏，美美喊对，那我的长项啊，红石粉没有够长啦，他的讯号不够强，对对啊，他红石粉之前弹掉了吧？没有，是超过第十五格了啊，小木凤，小木凤。小木凤怎么了？小木凤他好像自己打到船，然后自己顺走了。哦，哇，他会自己逃哎、欸，哦、会自己离开船。没有，他打到他把船打掉了。嗯 ，I'm free。附近找找看吧。哇，好聪明哦，好聪明。他逃脱，他知道你们想要对他做什么坏坏的事情，他赶快跑走。在底下吧。我没有要对他做坏坏的事。不是，他要怎么下去啊？你不知道他们复制吗？是谁把那个养鸡场这边又塞住了啦？每天都来堵，谁要去丢垃圾？谁要丢垃圾啦？
不是我，我很久没有去拿你那边好刺激哦，我已经很久没来了。这次我是无辜的，我都没有去过阳性测了。这怎么这里有氧？哦哦哦哦，是不是？是不是？哦、oh, 什么？嗨！哈哈哈哈哈！到了到了到了！嗨！不要离我家很近嘛！哦！你要不要不在家旁边种个仙人掌，这样就不用每次都跑到那边了。好啦，帮你清，帮哎、啊，你清掉了，欸、快清掉！所以都没了。还有啊，还有声音呢。对啊，我有听到还有声音。这里啦，这里顶楼，这里一只。你那边是顶楼啊？你那边顶楼吗？我觉得小雨比较厉害，我不知道小雨是小雨让他坐船的，不知道怎么。就放他旁边，他旁边一个。啊，顺走了，飞去哪了？哦，在我旁边呢。杨金金，你看要让他顺走还是？让他顺走好了。让他顺走就挖他附着的那一个。他飞去哪了？哎、欸，这是垃圾场，右边右邊，垃圾场哦，这个冷笑话可以哦，鸡哪里啊？学起来，哦，你学起来干嘛啦？还要记起来，要可以跟别人讲，就跟那个啊，你在农田里面种养一只鸡啊，有机农田啊，有机农田。这个可以，这个这个这个没有动了，还可以。那你鸡少话谈，可不可以说鸡很少，是话很多这样？干嘛啦？少话，你这条件太难了吧？你要怎样讲个故事可以鸡少话谈？嗯，这个农场鸡很少，但是特别的喧哗，特别戒谈。对，他是种琵种琵琶的，琵琶。哦，你这个要想一下，你这个要想一下，对，你这个要想一下。现在是冷笑话比赛，冷笑话大赛，小雨不是最会了吗？小雨没有啊，我之前是讲大家给我的冷笑话而已、啊。对啊，他有投稿，我又不是自己提供的，有投稿，我是收投稿的。自己想的是他、哦，你是中间商是不是？对，我是中间商。对啊，没有啊，自己想最会讲的是你啊。好好好，应该好。他都跑到一些奇怪的地方，嘿，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你接回去啊。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Alan Walker 的歌是。哎，小雨，你的蜜蜂还会有想要再养吗？蜜蜂哦。再想想是不是？对。好，打喷嚏哦！打喷嚏，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欸，那讲到这首我就有点气。喂，什么？因为我记得之前，就是虽然说其实好像他也是他们全，但就是只是那个时候，没版权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他是 NCS 的、嗯，但他是没有歌词的啦。对，哦，被人家加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早期有某几个影片有用。然后也都有照他的规定，就是在影片叙述有放附注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就后来他不是因为太夯了，传给你，他们太夯了之后呢，就拿去申请那个版权。哦，对啊，然后呢，然后的影片就被抓版权了。对呀，尴尬。对，就也没办法，那是他们的权益，只是就是觉得有点啊，可恶。都按照规定这样，所以我现在也都不敢用 NCS 的音乐，好可怕。我都用 YouTube 音乐库，对，我现在就只用 YouTube 音乐库，都用那个。哎、欸，可是有时候 YouTube 音乐库也会被抓哦。哦，那个会、啊、哦。对，我之前被抓过一次，然后版权申请是因为印度不哪个国家。对，蟑螂，蟑螂啦，那是蟑螂啦，那个被申请就回来了，对吧、啊？觉得很傻眼，就很麻烦，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怎么会去拿 YouTube 音乐库，然后来去自己申请版权？我觉得超好笑。故意的啊，赚那个钱的、啊。赚呢、啊？是很哎，没有匿名牌，他一次搞不好他一次赚就是 上百上千上万笔耶、欸，是啦，然后都吸一点点血，你看每一个都吸一点点血，就是只要大家都觉得哦好麻烦，我懒得弄的话，就他就可以赚爽赚的笔啊，确实對啊，我可以用马驴吗？可以啊，马驴，马驴有时候
大家会不敢去申请，是因为 YouTube 上面写的其实很严重哦，这是真的。他写说啊，如果你这个申请没有成功的话，你就会收到一次警告哦，超可怕，你知道吗？对。可是他其实现在申请里面，如果是就是有什么翻唱或什么的，其实里面有一个选项是这个哎、欸。啊，对啦，可是就是如果你是要说，就是你用了这影片这个音乐确定是没问题的话，嗯，如果你失败了的话，你就会直接吃一次。嗯、对啊，所以我至少我目前申请都没有申请失败、嗯。有了有了。故意就是写得很严重吧、嗯、然后就怕耗太多人力在那边。我去看那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嗯，做标。但是这样子就会让有些就是啊，明明没有错啊，为什么不能就是不太敢去申请它。嗯，对啊，主要申请还要时间啊，又很麻烦。这时间，不过时间其实放着等，乔，这倒也是还好。我觉得主要是那个，主要是他那个场承受，就是你明明就对了，那万一是对方可能比较会搞，然后搞到最后就是你失败，那就你就吃一次。对啊，对啊，那很可怕，超恐怖。什么强大律师团？对，我们要找个强大律师团。哦，哈基那个哎。那如果是封面被抓版权，说你有黄色之类的，可是其实没有，你会去申请吗？真的会啊。当然是讲，因为我站得住脚啊，就试试看啊、嗯，对啊。嗯。不过黄标这个好像就一直，这个就相较之下没那么那个啦。黄标你申请没过就继续就继续黄标而已。对，其实跟音乐版权比起来，最常会变红标啦。啊，红标就不行了，红标 就直接禁止盈利这样。对。我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影片哦，它的怪物是皮肤色的，然后我就放那个怪物在封面，然后他就说我裸露，太裸露，裸露，你让怪物裸露了。对，他说你太裸露了，不好意思，要红标你哦，直接下架。哦，真的可以申诉啊，因为那个大部分是直接机器判断就是皮肤色太大面积，太多了嗯、哦、嗯，他们就会判定。对。这年头怪物也要穿衣服了。对啊，就跟我之前那个啊 ，DBD 的影片啊，就是它是游戏嘛，但是就是刚好封面图刚好截到的是可能那个人被挂在钩子上啊的画面，然后就直接黄标了。我们这 L4D2 Amigo 也是一大堆被黄，不是吗？哦，对啊，有啊。哦，对啊，太多血。GTA 也很容易啊。GTA 版是18禁的好吗？是啊，对的啊。尽量不要用到那种太血腥的。对啊，对啊。那以后要避免红色跟肤色。嗯，对。我们都把它变绿色好了。史瑞克吗？搞那个色盲，有色盲模式就开色盲模式。对啊，对啊，这样子就没事了。这样在玩的时候有一种是在打外星人的感觉。对啊，你就当做你在打外星人啊。当做你在打外星人。绿色系。哦，强绿。运气这么好，不，我觉得你要不要先铺啊？这个等到你、我要先铺啊！我现在那这只先放着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反正有命名了、啊，不会不见了。那我走了，谢姐，九点喽，大姐，九点喽，啊，那看来下次等你来铺了。哦，好的哦，铺3186，我的天哪、啊！哎、欸，杰克，你那个点。啊，有在家吗？我在家，我在司令台旁。好，我好不容易看到钻，我要把它挖下来，虽然只有一颗。我只挖一颗，现在1.17很难挖矿，超难挖。因为它那个怎么讲，就是它的面积变太大了，所以就是更难找到。下面又很硬，又很烦。就是当你高效率的那个也很难挖，对啊，对啊，可是它为什么都会有个大范围平面面积？没有，它就是故意的，就洞窟生态啊，它故意的，它故意要这样搞，对啊，对，一大堆怪物。以第一次玩麦块的人直接玩这个版本，应该会觉得很新颖，没错。可是如果是我们以前玩过的版本，就会觉得很不习惯。很累，难度提高蛮多，超累，就没有效率。哦、太好挖了，要把你们改掉哦。就我在想说，那一点一切 UHC 不就要钻石装？根本就是，除非你强运到爆炸，不然很难。对啊，嗯，很难吧？一颗一颗挖，真的没有。那我看到全身钻石装，就直接叫他外挂了。对啊，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外挂了。外挂，对啊，因为 UHC 真的太难了，那个时间。不过小雨每次那个挖一挖都莫名其妙就。
哦，幸运稿26颗钻石那也只有那两届而已好吗？而且那是奖金真多的。对啊，那个是，对啊，它是额外物资的，一样的物资箱。嗯，我真的是很厉害，对吧？来来来来，啊，我的马术一等了。哪有？就坐在这个马上面，坐在这个马上面。来告捷人嘞！啊，来来来来来来，我藏物件。啊、哦，拍谁？我想一下，那个叫船是坐中间的、啊，你有坐起来吗？哎、欸、对我为什么是罚站？干嘛？上课不好，上课再罚站。哎、欸，我搞错了。哎、欸，等一下我们来练习的呢是、啊、我们来上的课。是来练习大家的默契跟心灵沟通，也顺便考一下各位的词汇量这样子。那等一下呢，我们就玩的就是我们会分成两队。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前排的四个人一组，后排的四个人一组，好不好？现在目前这样子。前排四个。那游戏这样是这样子的。那等一下我们派四个人来，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考一下各位的成语，好，成语哦。啊。然后这成语呢？欸、要等一下呢，就是我们站四个人在前面啊，假设四个人在前面这样子，那我们第一个人就要开一个头，随便起一个头，那可能就是啊鸡，第二个人可能就要接什么鸡可以接什么成语、哦、啊鸡飞，第三个就想啊鸡飞那可以什么鸡飞狗啊，第四个就要接跳这样子，当这四个人完成一个成语的时候，就会那一组直接获得每人十颗钻石，这个很好赚 哦，很好赚哦，但是时间限制呢？只有两分钟，哎、欸，三分钟好了，三分钟、哦。好，三分钟、哦。那三分钟内你们能完成几个成语啊？这样子的话就是算几个成语十的钻石。好、哦。好，但是呢，没有那么简单哈。等一下我会出的成语会有要你跟里面这四个字里面要有一些可能跟什么什么有关之类的。嗯，有条件这样，有条件啊，给他好难哦。好，三只小猪。好啦，那就我们四个人可以站到我们的前面这个平台这边，然后来坐你们的位置，耶。哎、欸，好了，那你们自己可以四个人讨论谁当头，一二三四，一二三四棒。我没文化。我没文化是谁？我没教养。看越前面越好吧。没文化是谁？通常越后面的会越难啊。对，越后面会越难。团团最后吧。最难的、欸，真的比较难。我觉得第二个，后面第二个，第二个，第二个应该难度比较高一点。对，通灵大赛。可以抽查吗？我要可以啊，你没有办法查可以查，但是就是时间呐、啊，可以查，因为你的时间会查、哦、Google。拖到一点点，我就站这啦。游戏中的时候，你们不能，就是你们讲那个字之后，那个是不能讲、不能提示的，哦、就是那一句是不能提示给对方的、哦、这样子。嗯，好了吗？决定好了吗？我就站这了，来。那第一棒是谁？那我第三个。那你站那边对不对？那酱油来，我们来这边。他就变第一棒了，有没有？那就最后一棒。我以为你们都这样子站起来，第一棒是杰克哎、欸。那我以为最左边是。对啊，是最左边是第一棒吧？我觉得像你要放个东西在上面，阿斯是第一棒。好，一二三四，好不好？一二，分个颜色吗？可以分个颜色。这个我也可以认为是一一一一。好，这样了，这样了。啊，就是杰克第一棒了。有投了。就这样了，好，好了，那我们站上去，好，站上去哦。等一下讲字讲的时候，你们记得跳一下，那代表是你讲这个字。好了，那我准备计时器了啊。好难跳，我心跳好快哦，砰砰砰砰，人家上台演讲那种感觉。我已经开好 Google 了。哎、欸，这个东西就算你们查，那你要就是你们知道这个词汇，你要查可能就浪费时间。对啊，两分诶、欸，三分钟，刚说三分钟嘛啊，差点弄了三九十，真是哇！钻石应该可以赚爆，我可以帮他玩点，直接开一个好，来哦。那等一下呢，这个成语呢要跟这个四个字里面要有动物啊、哦，好好的，那准备开始计时开始，你哦。嗯哈！等一下，牛啊，牛！
完了，已经有人不知道了。牛啊，不行了，不要跟第一棒，跟下一个也可以换下一个啦，下一个啦，我下一个吗？换啦，那就鸡飞高，哎，我要跳高跳。好，一分那两个字，继续啊，继续啊，四五。鼠、鼠牛、虎、兔，是不是？你怎么低？鼠牛、虎、兔。怎样？鼠有什么啊？有吗？啊，不然换一个，换一个。狼，狼。我第二个，好不好？我第二个，好不好？可以换方式吗？要换方式吗？不好意思，机会，一次就换方式，换方式。吞吞。啊？狼吞，狼吞。虎。燕，啊，燕，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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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啊？还有什么动物啊？还有什么动物啊？剩下一分二十秒。算了，这一 Google 超多的。对，超多。我真不知道他在讲哪一个。王。王什么？王。王。对。牛排，不行，他现在看，不行，他什么王品吗？王品好吃，不是啦，不行啊，已经剩下五十秒，王什么？王什么？换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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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别的，我要回狗了，狗，狗。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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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插曲，可以，你再想想，你是观众，你想想，你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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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插曲，你再想想，第一集有没有写？那你就走，还有别的，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别的东西，不能插，就是他没有插就会这样子哦。哎呀，这个查这个要邀大家不能查，这么不好玩。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取关，别的东西还有一个鸡，还有别的。好了，鸡没有血，没有佛，那就蛋好了啦，是吗？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蛋有点。run， 大家继续 run， OK， 四个，不是鸡也不是佛。鸡佛，鸡取佛，得上鸡取佛了，这可以了，我觉得可以啊，取鸡佛啊，可以啊，鸡佛，鸡佛，鸡佛，不错不错，对对。我的天哪，可能就是想是想的杀鸡儆猴。对啊，我刚刚一直叫杀鸡儆猴，然后结果怎么变杀鸡佛哈？魔什么？魔还是什么？魔啊！魔什么？脖子啊？魔脖吗？啊，没有抹抹抹，那个抹脖，你整句念出来，杀鸡怎样？杀鸡抹脖啊？这什么东西？什么意思？就之前有人对我说这，我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句成语，说你要杀人的话，你就要朝他最脆弱的地方。那不是杀鸡儆猴吗？是吗？不是吧？不是杀鸡儆猴，是那个你要杀鸡儆猴是真的有哎，杀鸡抹脖这个成语真的有抹脖哦，对，杀鸡抹脖，对对对对对，杀鸡抹脖。
五轮国小成语词典那个吗？对，我有查、那個。对对对对对，我也查到也是那个。哦，好特别的，没，我真的没听过。我那才第一次听到，我就记住了。哇靠，他的出处也太……长知识，长知识。真的欸，真的欸，恭喜我们这个四位同学答对四题，我的天哪、啊！没有啊，我们至少一分钟有超过一题了。哦，超过一题哦，赞赞赞！我们是很棒了，我们很棒。来，四十颗钻石，谢谢。颁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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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潮潮烟火现在很贵，你省一点哦，省一点哦，省一点用啊。好了，我们换下四个人，下四，所以到底是可不可以查？可以查，你们可以查，只是你们就浪费时间、啊，花时间啊，花时间、啊。我是没查了，查下去，第二个人不一定知道你查到什么东西啊。嗯，就不要太冷门的吧，不然你查了，就是后面也不知道怎么接哦。对啊。不要当第一个，哎，我们第一个，第一个，自己讲。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决定好了吗？好了，那就讲了，随便。好了哈，好，来，等一下，你们这个成语呢？啊，不是动物了啊。嗯，换了。对，那你们成语里面必须要有数字。数字，数字。对，等我一下哦。计时开始。千有啊，又是吹吗？有啊，有啊，有啊，一毛八是八，对吧？一毛八，七，我觉得数字好简单哦，七，巧克力数字比较好想，数字比较，你看过吗？数字比较对，七乳加，好，下一个，下九有吧有吧，哇！我们可以换一个组合吗？可以换，有一次机会换，有一次机会换啊！哦哦，你们组合叫哦，对啊，你们的顺序可以换。我第一个我 OK 啊 OK， 不还在计时，还在计时啊！万死不，万死不，是什么？啊！你们换下一个，换下一个，刚才换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一。一又一了，一麻麻，一麻一麻，这是人名吗？什么一麻？有人吗？我以为是日文的。我的天哪！一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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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一麻到千可以。千，又是千，又是千，这是接龙吧？这数字啊。你一二三四五，你不会来吗？我说是一二三四五下来哟。好，千篇一，对啊，绿。OK， 下面一绿。因为我刚好看到了，还在计时。哎，赶快逗他笑啊！万，快点，我要看。你又要万到几个万？万一三次。万，中。鲁，什么？鲁是什么？这题答完吧，这题答完。万中鲁什么？鲁，万中主。啊，对，万中主有。关东煮他哥啦，关东煮。关东煮。关东煮。
我觉得那个真的萝卜蛮好吃的。很像哦。哦天哪。有了啦！你知道？你知道我说我，你先继续。我想成这个煮，你知道吗？煮饭的煮，煮煮煮煮煮，你要煮什么？煮什么？煮面还是煮饭？观众节目，等一下我提问，复制的话是几个啦？不是万中选一之类的。我跟你讲，你知道他还有一个叫三八阿花，我想说这个。你不是一二三真的九八万？我一直开始忘掉气死了。其实我觉得你就可以一直开始，你从一讲到十都可以，你知道吗？对啊，一二三四五这种。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就让我下去嘛。这你这样的话，就我下去。我怎么办？我要去砍他！你别忘了，你们其实有一次的那个换人的机会，你们那时候没有，你就可以叫阿换下去就好了。啊，秀秀秀秀，秀秀秀秀，阿不是要拿钻石？秀秀秀秀，阿不是要钻石吗？啊，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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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五十颗，五十颗，五十颗。好好奇波波第二棒会怎样啊？再一轮了，等一下看看，等一下都交叉吗？好，那我们再玩两乱了啊，再两乱，然后我那边会，我这边弄，我来抽，我弄那个抽队伍好了。好诶，抽签。我刚刚是想要奇怪的东西，奇怪的东西，我打在 DC， 什么什么，看一下。啊！不行啊！不行哦！不行！太危了，太危了！危险，危险！你刚讲数字，我就发现一个成语里面很常有两个数字，对吧？一心二意呀，三心两意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有人在那边一万两万万万一十百万。真的是四百万，一百千万，跳出来了，六七八，所以是繁星、酱油、小雨、阿旺啊，头跟尾的，这是第三 round， 来，好不好？最后了，还要投啊，你们自己瞧好位置啊，自己瞧好，瞧啊，我没钻石，就是等一下，因为刚刚就是玩四 round 嘛，然后我平均数嘛，我就拿那个平均数这样子，好不好？好，我前面跑了。平均数，就是我自己没有玩到嘛，我就没钻石啊。那你可以下来玩啦，我下来玩啊。我现在是我觉得可以拿，就是平均数。下一个我们就校长占一个位置，然后再选三个人上去。我觉得可以，可以。bonus 会不会搞你呀？没有啊，不然就是最简单的，我们等一下第四 round， 我们等一下是不是还有我们剩下四个玩完之后，最后一个是我们全部集体大集合啊。八个字的吗？八个字啊，可八个字好像没字。八个字就俚语，那是俚语吧？那是俚语耶，那个范围很小哎，有的范围太小，那算了。背课文了没？这一 round 就好，那这一 round 呢？我想一下题目啊，挺难想的。要有个主题哦。好，这一次呢，我们不玩成语。好，四个字的食物啊，植物，植物，已经不是成语范围了。你钱要发爆了哦！你要想一下，我很少吃东西耶。四个小的食物，来，可以，食物名字就好，是不是？食物名就可以啦。来，计时开始。植物名字，我现在脑袋只有想要小。啊，小。小，我知道的。小。小。完了。这个名词吗？小碗。啊？不行啊，要食物。面。要食物。小碗汤面。小碗汤面。可以。好，可以。汤面不行了，大碗不行，中碗不行。啊，这样不行了。这样没有一个一个讲的呢。快点，没有问题吗？快点，品酱，啊，打开菜单嘛，
就是不同菜系嘛，对不对？什么就是、啊、你今晚吃什么？我今晚吃什么？想吃。啊我就想吃干面，饮料饮料饮料，干面是不是啊？你快点，你第一包。啊！不是，我上次，哎呦！举！珍，珍珠，来茶，珍珠奶茶，啊？公，宝，哎，丁，啊，可以，公宝鸡丁，开头是不是？等一下哦。红好烧牛肉烧牛肉好可以三我怎么怎么听不到不对三什么等一下你们说什么听不到三什么阿旺我刚刚是想要成语呢食物你们剩下一分二十秒，有吗？有吗？没有，那我就换个，我换一个，换一个。好，馄饨。怎样？这样不回来吗？汤。哎呦，干呐、啊！哦，干。面。肉。啊，等一下，不能提示点这个。哦，抱歉。肉。肉燥。肉燥。快下一个！快下锅，包面，锅烧意面可以六分。我想要什么？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哦。剩下35秒。客加米粉啊，加米粉可以。还有啥？铁。铁板，铁板串，铁板串什么？好，铁板串搞什么东西？下一个，好，我想一个，羊，啊羊，啊羊肉而已，羊肉火锅。海洋的火锅可以8分。那请问，请问串什么？酱油？串烧啊？串烧？串烧？串烧？那跟串烤有？串烧的吧？铁板加串烧？串烧？串烧？他是想要铁板牛肉之类的吧？铁板牛柳吧？羊肉什么鸡肉都可以，对啊，鸡肉都有啊。啊，是哦，因为我想说，那时候看到他是把那个串起来，然后放在铁板上面烤，哇，铁板串烧，串铁板。哎，我突然觉得我没玩字体好可惜哦。你知道我在前面 Google 的食物，然后出来一堆列表，都是说教你怎么吃好吃，还有整个档期。不是，什么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找菜单就好啦。你们知道玩过一款手游，那款手游的菜全部都是食语吗？没有错啦，把那个打开来就好了。打开来全部都是四个字。哦，哎呀，所以我说我没玩这题好可惜，我刚刚想到一大堆。你要想啊，那个第二个人接不接得到你的？对啊，就是如果四个都是食语的，我跟你讲，直接打爆，重爆打。所以总共8分吗？还是刚刚那个最后一个？我刚刚算吗？还是有算，这是最后一个。所以80个钻石。哎、欸，我们吃好多面哦，好多啊！耶，感谢。刚这一题面有出现几道啊？他主食派对。谢谢。好多面呢、欸，他那个大碗干面、小碗干面都要吃，笑死！是你很像小卷米粉呢、啊。我刚第一个想的是小笼汤包呢、欸。小笼汤包也可以啊，哎，对，也可以，也是啊，佛跳墙墙，佛跳墙墙什么啦？那半仔面，肉燥饭饭，肉燥饭饭，这是可爱版讲法哦。乌龙茶茶，乌龙茶茶，珍珠奶奶。珍珠奶奶只是一个人吧？不对啊，瓦吉奶奶啦，我讲珍珠奶奶。他们水果奶奶吧？我宝，水果奶奶能叫一道菜吗？行啊，我想一下啊、哦，下一题的题目是另外四个人可以上台了，你们可以先讨论棒次。
耶！我想要玩玩看，我要来，我要雷你们，我要第一。好，我要帮我第二个，耶！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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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我们都乱接啊！你要你想换你要讲、啊，我想一下、啊。想换你要讲啊！你要讲啊！你要讲、啊、出来。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对啊，你刚刚在讲说什么乐的乐的笑话？说你要不要听看你刚刚讲什么？乐的两面、哦。你看于娜那个、哦，对吧、啊？我想一下啊、哦，来、嗯，你想想，主题也是很难想哎。嗯，对啊，题目你们可以帮忙想有没有四个字什么？四个字的感觉不能让我们四个想，因为我们四个想动物、植物还有什么？不会啊，你们四个讲也可以啊，可是但你们不一定四个可以那个。哦，是这样没错。接得上啊，对。主题哦。嗯，四个字。不然我们就一样再来食物啦。好啊。好啊。食物也很多。啊，食物鱼打开了。可是他们也这里面有玩过只有我啊。对啊。没事啦，他们也不会知道。来哦，计时三分钟，开始。好，来啊，公，八，丁，公保基丁可以。然后刚刚他们上一轮玩过的不行啊。哦，上一轮玩过的不行啊、哦，是不是？对对对，那我来想想看哈、哦，四，爱，有，你这次可以，可以吗？是店名，那不是植物名，不行，咔嚓，下一个，下一个，我想去公三了，主要是公三吧，等一下，好羊。羊肉，羊肉，羊肉，串烧啊，羊肉串烧可以，好，可以哈。然后我来看一下凤梨，哎，凤梨，哎，叔叔，凤梨，凤梨是吧？凤梨饼。饼干，凤梨饼干好可爱，没有凤梨饼干啦。石头，然后石级之灵，石头够可以。铁板，铁板烤，烤肉，烤肉，有人在逼你是不是啊？来，好，来，炒，几声？几声？三声呢、啊？啊 oh. 炒面，炒面，有啊！下一个，我这个想不到。有啊！有啊！有卖，有啊！香香提示，不能提示，不能提示。面包啊，炒面面包。好，提拉米苏，提拉米苏可以。芒果蛋什么？芒果蛋饼？蛋饼？你不想啊？芒果蛋饼没有这东西，邪教哎！下一个，你真的想不到吗，杰克？蛋什么？蛋？三十秒。芒果蛋，你下一个吧，下一个吧。我的天哪！好，虾，啊，虾，跳一下，虾仁，虾炒饭，虾仁炒饭可以。好，来，还有什么啊？我想一下，香菜。面包不行哦，香菜面到了，香菜面，香菜面面，变不是面变，哦，香菜变哦，变哦，香菜变的，好奇怪，这个变当才是香菜料理大师耶，香菜变当是，好了，算过了，香菜变当不行，这一轮我要投杰克最雷。
没有个蛋蛋，不是你，你知道我会想投一个芒果蛋糕啊，蛋糕还有蛋挞。我没有想到甜点去啊，我跟你讲，一直想要咸的东西。蛋饼是。不知道我在想甜的东西，好笑。甜的就当下宕机，就脑袋一片空白了。可是我的香菜便当也太口，太惊悚了。好小，好像很好吃哎、欸，好恐怖啊！好恐怖啊！是突然是要给团团的吗？恶心。对，好想买一个给团团吃。对啊。不需要，你就直接买个便当。要不然原本你香要什么？香什么？香草啊，香菜披萨、啊，香草蛋糕，香菜披萨、啊，对不对？是香香菜披萨，对啊，来颁发90颗，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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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我想要讲个题外话。啊，就是我有加入那个什么，就是脸书有个社团，就是专门大家就是在拍那种，就是他们平常吃的三餐。嗯、那个时候芒果刚出来的时候，真的有人把芒果加到泡面里。芒果泡面，然后他们说好好吃哦。我想说你怎么了？哦、好了，要试做看看芒果蛋饼啊。我觉得搞不好不错哎、欸，香菜便当不错啦。不过形象便当不赞。我不行，我觉得夹里面一定很软烂，一定很恶心。锅子一定很难清。对呀、啊。对呀、啊，不行不行。好恐怖。好了，加码的好不好？三个字的，我们三个字就好了。哦、oh, ，三个字哦。对，这样就是哈基也玩得到了耶。Yeah. 哈基可以玩啦、啊。耶、yeah.。那就看谁要加码上去。嗯。投钱吗？有啊。还是你们刚刚那两组选最雷的出来？跟哈基玩，我觉得还不错哎、欸。那酱油最雷的，然后酱油上吗？酱油上。那我想看酱油跟杰克。啊、我也是，我要看酱油跟杰克。语出惊人，这是语出惊人哎，这是钻石的好机会。你试试看，你第二棒啊？你们第几棒？好吧，那还是我们要左右为难。还记正中间吗？左右为难。开头不好吧？没差、啊，我觉得你开头搞不好。他接还比较会接，有没有？嗯，我们有一次换的机会，我们有一次换的机会。那食物三个字，食物吗？食物吗？可以行，行啊，食物我觉得可以，可以还蛮多的，比较多，蛮多。嗯，我想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对啊，我想都蛮白。你们你来帮我记好不好？你们谁来帮我记？我记。啊，团记，嗯，八方云。嘿。游龙寺，游龙寺好像是哪个寺庙？我天啊！游龙寺，好，所以他三分钟嘛，对不对？对，好的哦，来，你们准备好了吗？披萨，好，披萨，达美乐，高三，来啊！又没有高三，哪有？哎、欸，还是你要改店名啊？店名有点难哎、欸，店名真的蛮难的。好好来哦，三个字的食物，三分钟，准备开始。臭，臭，五，好，牛，蛇，饼，好，牛，肉，干，啊，牛肉干吗？哦，好，牛，啊，还有牛，牛。很多哎、欸，哇、啊，很多。科学面，可以。来来来，哈，凤，还有凤，凤什么？米？那个叫凤米，我忘记那个叫什么食物了，凤米哦，凤梨馅饼吗？我说凤。凤梨呀，凤梨哦，凤梨饼，哈，凤梨酥，凤梨酥，酥酥酥，我想到没有凤梨酥，凤梨饼。我想想还有什么，不行，站上来会脑筋一片空白。哈哈哈哈哈，空白了。
完了，刚刚玩的很开心吧？有很多玩的很开心，什么感觉啦？你就扭啊，给酱油接就好了。太牛了，太牛，牛牛 ，no。哈哈哈哈哈！牛，杰哥好可怜哦，好可怜的，可不可以下一个不要牛了啦？你们我要禁止你们牛了，你们七个有五个都牛，别的东西，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啦，下一个不能牛了，不能牛了，都没有牛，甜，啊，甜，甜花，甜甜甜甜甜的甜。甜甜花花，甜花甜花甜花，有甜，这样是甜花生，甜花生，甜花生啊，甜花生可以啦，甜花生可以，爆，勉强，爆啊，泡菜，泡爆菜，泡菜，爆爆爆哦，爆米花，好，猪。他要肉了啦，要肉，要他要继续那个了啦，你要把肉都禁止掉，要吃素了，中间不要肉，要吃素，中间不能肉，中间不能肉，均衡饮食，均衡饮食，香香哈香香菜饭，好可以，香菜饭，甜甜甜绵盐甜甜甜甜甜甜甜。甜菜，跟、啊，对啊，啊，可以可以可以，食物食物原型食物原型，对原型食物，烤，好最后一题最后一题，烤，烤肉，烤肉啦，烤肉啦，烤肉，烤，等下烤烤烤，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我想一下烤，烤肉，烤肉肉，烤土，烤土什么？烤吐司啊！啊！没肉啊，皮鸟！我没肉了，那整都整到杰克了。杰克，牛肉，牛肉，牛肉汤，牛肉面，牛肉干，牛肉饭，猪肉面，猪肉饭。你晚上会做噩梦啊？今天最轻松啊，肉肉肉肉肉，为什么？好哎，哎，其实感觉这还是要四个哎，四个的就比较不合理，四个比较难想。对，发奖励，发奖励，好笑，哎呀，好笑。不是凤梨饼也是很凤梨饼，你这超爱饼的啦。没有，因为我想说有什么东西比较适合接这个，要不然脑中一先闪过饼。凤梨，一个爱肉，一个爱饼。我以为凤梨酥桌就会接那个什么太阳饼之类一系列。对啊，你知道老婆饼有没有？老婆饼之类的太阳饼。我刚才一直以为什么甜啊，我以为接什么甜不辣什么的。什么甜不辣？甜甜圈、甜菜根、甜豆、甜豆花、甜豆花、甜豆花。对对对对对，那甜花啊，对，它是甜花。对啊，它是甜花。甜花生，甜花生，甜花生是什么啦？就花生。好啦，就这次课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学到更多的词汇了呢？啊，没有，总要吃的。我觉得我的脑筋有急转弯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有没有想好今晚要吃什么啦？好啦，那剩下时间就是自由活动。好。先休息一下，好累。就带芒果，有芒果蛋饼啊，有，他们说有食谱，有，好饿，好饿，而且平底锅手做蛋饼，哦，芒果加的很甜呢，对啊，而且会变很软烂呢，真的不行。没有，我在想要会不会芒果是最后加上去，就是还会有，还是把它弄成果酱这样？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一盘蛋饼一盘芒果给你搭着吃。哎，没有，我想所有食物只要用的高级一点，就是把它拆盘。解构料，对，解构一下就会可以卖很高了，变高级了，真的啊。好累哦，就是休息一下。今天的脑子活动量够了，我觉得在最下面都觉得很好想哎。
对啊，就是上去就紧张啦，上去就乱啊，紧张啦。讲你跑卡，在讲下面看就觉得啊，很简单啊，为什么想不到？在上面就导光，那个就跟什么一样呢？就跟大家会觉得啊，你开实况开直播怎么很简单啊，玩个游戏而已嘛，对不对？对啊，你来看，你来，你每天坐在电脑前面面对电脑讲两个小时的话再说。哦，那个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我还真的是会不知道要讲什么。哦，会啊，刚开始都不知道讲什么，没有办法，像现在就是会欧北熊，然后欧北贡这样，那么健谈，对，真的，真的。哎，小，有人在 boss 了，我、哦、我保啊，哎呦，有了，来，打的有点快，我好像来不及，你要说我摸到啊，哦、我摸到、啊。哎呦喂！我的画面喷了。我是不是来不及过去了、哎？断了，不过去，我不过去。下次好了，我跟下班车。哎呦，哦，这么少、啊？嗯，现在多少？4个人吗？一个刀。现在是不是感觉钻石都掉蛮少的？较少、哎，现在比较难赚哎、欸。嗯。以前过太爽了嘛。对啊，哦，还是随着版本提升也跟着难赚的这样子。哎，有啊，其实我有写一些比较详细的里面内容，我贴在范口，你们可不可以点啊？可以，要怎么打？怎么点？哦，直接点 P 啊，都可以。哦，来一来一 C 四，你可以往这是干爹妈，然后把系统把它稍微往下买几个，上面有写一些。像是刚你们说 boss 他掉落率什么的，嗯，上面就写的权重啊，然后幸运会影响什么东西啊，上面就写的一清二楚。哦，我打幸运。我天啊，我玩完那个，我现在喉咙都是痰。好，那你要润喉那个了。你这可以去带那个呢，润喉糖。你要保养你的喉咙。保养你的喉咙。上列表可以幸运的。啊。嗯，所以刚刚只有32颗钻石，这么少啊？对，地油哇，太少啦！最少掉落32颗钻石，我们就刚好拿了32颗，有额外多2颗啦，就因为分不了，就自己收起来。对，嗯，你快走，好，打强绿卷就好了。你要冲东西吗？还是啊？你是要冲东西哦？没有啊，你们要打、啊？嗯，没有要打就随便玩啊。我正常打。好啊。那个蓝色的火把是不是要火把加那个灵魂沙？土也可以啊。哦，灵魂土也行，是不是？好的。哎、我要去挖沙。其他的我好像没有了。你要什么？我家去我家拿。光碟，白光碟有。那剩下绿的吗？速度一阶就好了。啊，你那边没有吗？那边这边有，这边有，对，都有。好。血量可以再拉高一点啊。拉高、哦。要多高？有看有没有四阶。四维那么高啊？我有。我现在是鼻音大师，自我音鼻涕大师，玩完大家都熟悉了。不是，打完喷嚏之后，我的鼻音就超级跑出来了。哦，开关打开。安呢？安呢？就是安呢。我现在喉咙全都是痰。可以。大东西。然后这个是杰尼。今天你们有看到僵尸村民吗？没有，有听到，但我没有去看，有听到声音而已。我没找到他，要解任务都解不了。没看到，不够。你是要打他啊、哦？解任务啊，要清点回来，对啊。
对，我们家的村民是不是都没了？对啊，对啊，之前被弄光了。嗯、熊猫也没了，还好那时候没引兔子回来。我还有一只熊猫团团。对啊，可是我想要更多只。你想要更多次、啊、要的不是你想要有伴啊，对，你要是爱情哦，对，我要的是爱情，那张图吗？你是说那张图吗？对啊，那我要找一个栅栏先翻过去。哎呦，你们知道谁不会背叛你吗？哦，数学嘛，数学，数学不会就是不会。OK， 那我觉得英文也快差不多了。我觉得都是、欸、没有，我觉得我们今天玩完这个之后是国文啦。国文背叛你，他不会背叛我，因为不会就是不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对。哎、欸，对耶！哦，这西兰骨头那怕无啦，哎、欸、卡。西兰骨头，西兰骨头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咒语咒语，哎呀、欸！好多绿宝石。累的，说下次要不要上数学？数学是要怎么玩啊？感觉好恐怖、啊。数学怎么玩啊？所以有乘法表吗？我不要。哇！那边九乘法表啊。九一九，我生日。九一九，哎，对啊，你生日。对呢。笑。天，大家刚高速运转过，现在的语速都变慢了。对，语速要迟缓的。每一句话中间的空档好久啊、哦。真的很好笑啊。可是大概只有乘法表可以玩。就是可以及时反应的感觉，好像就只有乘法表。嗯，对啊，比如说五秒之内要讲出答案那种。不然你要在那边问什么？请问晒三十度等于多少？谁知道？谁知道啊？对，那么久了。哎、欸，那我觉得那比的就是 Google 的打字速度。哦，别的可不太一样。还是我们拿个什么会考的题目来玩？哇，我不行啊，我一定是这样。哎呦，你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行，我没有文化。哦，撇除数学，我到时候可以出个创智神的基础题目来玩。哦，创智神考试，哎呦，好像不错哦。国中会考，哎，你们国中哪一科比较强？美术都不强，数理、生物、数学。我好像也是生物。数理类，对，我以前英文最强，现在全都听不懂。哎、欸，因为他有蛮多的。然后说，我哪一个点开来看一下？有个很撩的啊，我英文不好，但是 I love you 我还是会讲。哇，哎呦，撩妹语录，我很会哦，很会。就是我还看到可能在这里不知道什么写，就是你叫你女朋友转13块给你，然后接着你再转14块给她，然后说一生一世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可是手续费就要15块了。没有，完了。小雨，对小雨没用了，对小雨。是不是小雨？现在疫情期间不会有手续费。啊，现在没手续费。很多没有手续费。没错、哦。你只能在疫情期间告白嘞。哦。要你跟我说，我在疫情期间没有距离。哦。哎呦，杰克你在哪？你看我传的1314给你，我跟你之间没有手续费。我跟你说没有距离就是没有手续费。我的天哪！你是啊，脑袋高速运转。你呈现怠速状态。真的，本周脑容量用够了。
用完了。下礼拜一，可是我觉得我已经思考很久了。嗯。实际上，我看那个，其实他综艺节目，其实他们都很强哎、欸。就临场反应、啊，临场反应。哎、欸，你们九九乘法表最不会是哪一个啊？就是总会有一个会比较不顺的嘛，会吗？七跟八。哎、欸，我也是哎、欸。我也是，我还好哎、欸。哎、欸，我是会这样子哎、欸，七一七七二十四，对不对？我开始会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这样子哎、欸。真的会换节奏，反过来。对，所以你跟我讲说七是多少，我会再想一下。我好像都可以，差不多。那你很棒。嗯那你很棒哦。对啊，你是三国台。你有背那个吗？十一乘十一，十二乘十二。十一有啊有啊有啊有背。没有哎。因为有一些数学题目很常会有十一乘十一或十二乘十二，所以我都背起来了。嗯，对吧？啊。可是你有啦，有一些比较常用的。二五八是几乘几？等一下。五八。告捷。我们之前老师叫我们背到三十乘三十，哎，哇，就是有病哦，真的是可以算很快啦，真的是哦。十一、十二的我是有背，嗯，十一、十二最常用啊，是因为写程式吗？程式超常十二的，哦，程式可能也有，因为我是二的次方那种比较常背，哦，那个也有啊，那个二次方也是啊，二会背到二的十次方，嗯，二的十次方是一零二四吗？对啊，啊，我还记得哎，哦。脱离学生太久了，完全不知道啊！我脱离数学太久了而已。本来想我也是说我之前会背的，现在我一个都不记得了。有这东西真的是有没有用是有差啦。对啊，没有在用就记不起来。不是啊，你知道吗？他们聊天是说什么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一字千金的小学就是有一个节目的小学生都是鬼，我跟你讲那个百万小学堂啊什么的其实的小学生都是鬼好不好，对啊他们也都超强的、啊、那个背面的题目根本不是国小生的题目，超强，对啊那么严，后面都已经变成就是知识就是根本就是超越知识大考验了你知道吗，对啊，那你们有玩过知识网吗？这很以前那个 APP 哦，有啊，哦有我玩过 有啊我前面就破产了，我都觉得我的智商是不是不足哎、欸？我现在玩到满智商需要充值。你智商不够要充值吗？然后每次都要等，都要等，然后领。那个不是听说都有题库吗？那个其实是有题库啊，玩很久就会那个，对吧、啊？后面都是比手速啦。嗯。比手速比赛，熟不熟那些题目？加油，冲！没有钻石了，冲啊！没钻石。哎，对你，我还没打那个，你要上去打。对啊，我也还没呢。小雨要不要一起？好啊，就当打强绿卷就好了。对啊，强绿卷打。对啊，我要打卷，嗯、我把这个补完。修装。我看有没有一阶的放一放。我是冲我的攻击装了。对啊，我刚刚看你全身穿上去，想哦，你弄好了这么快？没有。打好久、啊、我的飞翔要七的了，太会飞了，到四不七的烟火都在谁那边，哪有、欸、没有啦，没有没有没有、欸、你那个甘蔗塔要不要盖高一点，你说再高往上盖吗，对啊再高一些些，嗯，挑战零人，嗯，挑战一人，你要靠近一点，你要靠近一点，好开始，你好，暗棋呢？没关系，没关系，我去睡。刺激一点啊，帮你们睡。跳跳跳，让蜘蛛全部变瞎子，会跳的瞎子， yeah! 会跳的瞎子，你人好好，感觉很新鲜呢、欸。哇，你们好有默契呀、啊！这样会过瘾啦。没有，哈气也跟着跳啊。哦、oh, ，假装自己是两种跳不太一样，对，别啦，很恐怖啦，哎呦，啊，这瞎哦，可以啦，又没换衣服，我以为你要说，好想吃那个哦，就是很像、啊、很像生鲜超市的火锅，哎呦，很想吃生鲜超市的火锅，嗯。对啊，某个虾的那个啦，对啊，某个虾哦，某个虾，完了哈基没 get 到，完了，哎呀，你们之前去吃的，你们之前去吃的，哎，嗨虾虾，对啊，哎呀，哦，嗨虾可以，
还下个礼拜什么的假的怎么了你在干嘛假的了玩的真的假的哇他还冲生命还是攻击那个的吧我要冲攻击30%过三张我刚刚想说前面、欸、真的假的然后全部后面没过真的真的真的好的你醒了有、啊、他这是强力耶谢谢小雨他至少真的是30%啦你要小心这强力会爆那我等一下试看看哎、欸、Bobo 都没声音了哎、欸对啊，他不不、欸，你还行吗？等一下，我的钻石掉了。波波，你还好吗？没有，我在铺路而已啊。哦，对，还在铺那个戒符盒。对耶，戒符。我以为你是下礼拜才要用。刚好有一点。因为我的也是强力耶。哦，哇。哇，会爆耶！太爽了。啊，为什么我打到防爆啊？会防爆耶。而且我是穿幸运钟打的耶。哭了。那样呢？哎呀，哎呀，上树上树，那幸运行不行？对，这里有棵树了，上去了。上树啦，上树上树了。好啊，那我要来冲这个了。嗯，冲起来，算不知道是什么。来磨了。啊，我要先看，来看，来看，我来了，来了，磨了，难磨，磨，保护六。保护其实我觉得这样就很够了。我到了。哇，耐久，耐久，耐久变11。保护也有哎，保护也有了。对啊，保护加很多哎。哇，六变九是六变九加了。哇，加三呢？这还行，还行呢。哦，你的双能保护哎。对啊，听到你的声音了哎。听到你的声音。听到你的声音。我的酷酷要来强力一下，呼喊他的名字。这个音，哎、啊，就是不知道哪。看一下这几率，好保护75%。对啊，哎、欸，我的材料不啊，白痴，我身上没有钻石。你刚不是有32颗吗？没有，没有，不够多。哦，去哪？我去哪？嗯。叮叮叮叮叮叮叮下去，怎么了？哦，差点摔死在洞窟里。啊，我还是复哦，不要复会爆，不要杰克会爆。我没有在冲了，然后你先冲个基础。失败100%，不要100%了，100%。失败还好啊，爆装100%才恐怖吧。失败100%也不用冲了啊，反正你一定会失败。嗯，看音乐，哦，音乐这个也是六哎，保六。哦，我有2张强力耶，哦，我要来用啊。嘿，高点，红色还蛮高的哦，高。这个还行，有过半了，有过半。对，好，再去拿一颗魔石。无聊，磨，磨起来，再磨。我要捡这个，是啊，嗯，哦，4排攻击哦，对，他怎么有绑定诅咒跟消失？这没差，这其实没差，他已经弄好了，哎，灵魂机轴也弄好了。砰砰砰砰，不行，三，哎，52，还有不够。不够，80，80，80，14%，光最近就加44%了耶，八十，1.8，1.8，你看是不是？还会变猴子？是不是，第四季很常变猴子，失控，是不是激动就变身了？谁的体能死啊？谁的体能？哎，我的。所以这是你的个性吗？哈基，你说变猴子吗？我是靠月亮变猴子，你是太星座变猴子。啊，皮克斯最近不是要出一个新的电影，是他情绪高涨的时候会变成那个红熊猫。对，有吗？那个小猫熊还是什么？好，感觉好可爱哦，好可爱。等一下超大只哦。对，它会变超大只。对，它超可爱的。毛茸茸诶，可爱。嗯，哎，
回到起点。哦嗯、回到最初的起点。哎、欸，你这首歌突然想到，是不是一段时间啦？十年啦，好像十年了吧？哇，有到十年吗？那些年，查一下。那些年，真的假的？年的那个时候，2011年，对不对？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好像还在西门町跟同学晃。啊！我还在妈妈砸空，还没十年，快了，快了，快了！8月1号啊，这没几天呢、欸。十年前我才8岁而已、啊。那再讲一下，《冰雪奇缘》8年了。啊！有这么久、啊？真的啊！好恐怖哦！太久了，很久啦、啊，好可怕哦！不是说什么2000年后的都已经20岁了。对啊，哦、对啊，上大学了哎、欸，21了，千禧年嘛，对不对？对啊，嗯，好恐怖哦，我觉得好害怕、啊最。最早我都没讲话了，沉默，沉默，真的没讲话了，真的没讲话了，真的不讲话了。这个到底？干嘛这么激动？阿纪怎么了？而且不是存在我旁边，是你把我抓过去。怎么了？阿纪怎么了？我走不了，他进入阅读啊，无限轮回，无限阅读，无限阅读，也是阅读啊。是 GIF。十点了，该讲了，该讲了。来了，零次帮扶，零次帮扶，对嘛？该让我零次变一次啊！啊，谁呢？你呢？九啊！到底几次了？太夸张！阿基，你为什么上次要多点了一下？你要想一下，他抢了我2次都中哎、欸欸！你不要再点了，这个是中了，下次就没了。哦，运气都要用掉了，运气都要用掉了，鱼先花掉了，我的酒没了，那心灵受到慰藉了，没事没事没事，下次不会有人公估了。太夸张了，这种是第4次才第5次了，应该这是第5吧？我看到牌子上写4啊，零次帮扶，真的是零次帮扶哦。哎呀，真难玩，脏，我的酒，我马上过去。你为什么把它换成灵魂？干嘛超度了？换另外一种。我要看让这边的气场改变一下，看会不会下一次就是我跟哈基中。让他有点阴森。对，搞不好下次就是我跟哈基中啦，对不对？哦，要换个气场。对，你看，一定是个结界没弄好，要把它弄好。结界。你怎么现在还是结界师啊？天啊，你真的是千多子哎。对啊，我就说我斜杠啊，我就穷。你到底斜了多少东西？哇，你证照很多张哎、欸。真的，证照达人哦。我来了，家里有点远。来了来了。江山野外的孩子。所以特别富。真的。哈。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感谢大家，感谢，没事，我们改了这个，下一次一定是我啦，嗯，好，等你，Waiting for you， 休息喽，我的酒又被抢走啦，好啦，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等一下去D台了。好啦，就这样啦，我要去隔壁看他们玩狼人杀了。各位拜拜，大家拜拜。啦啦啦啦啦，播广告。欸，对，他好像有个功能欸，你们等我一下哦，编直播接力有这个东西欸。然后这个东西，然后。
这个都找不到。哎，他不能，他只能选自己的特定影片。啊，哭啊！我想说，好像可以拉到隔壁。想说，嗯，那算了，有兴趣的再去隔壁吧，没兴趣的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